他的问题。老师，我怎么样？四章的第六节，二十哪四一章第哪一六，章？24章二的十第四六。章的第六节，它这里面有个书记，我记得咱们以前学一个书记，那么老长一串，那个我忘了，这也好像也是在。等一下，你先告诉我你要讲哪个字。就是这个书记。但是 scribe 嘛 OK，scribe，然后怎么样？scribe 和原来咱们原来不也学个书记吗？这个您我记得，这那是你要书记讲哪个官，那书个是记书记秘书是吧？那个是书记秘书，他？Secretary 吗？俩，对，那挺长一串，就在之前咱们学过，我那个我忘了，我刚才想查没来得及。就那个书的 C K 什么什么一大串儿，那有比他再多这么几 Secretary，个字母，那个就是书记员、书记的意思。我不是很清楚古时候的东西，但是基本上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就 Scribe 说他跟那，secretary 不一样。OK，secretary 应该是协助吧，在工作上协助文职的工作上，Scribe 是专门记录就像书抄写员、这属书于记抄写官是员。专门在抄写的，所以不一样。Scribe 特别强调他写的工作，他专门在写。谢谢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老师，就是这个 scribe 是抄写记录，那下面 record 也是记录的意思。Recorded，它是记录。Record 是什么？是记录，是一个动词。Recorded，他是一个立位人。这个人是个立位人。Recorded their names，他把他们的名字都记录下来。记录的时候是 in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 and of the officials。他记录的时候是当着王的面。当着那些官长的面，在那里记录。有没有问题？上面那个也是，意思是一样的，scribe。没有一个是一样的。Describe 是一个名词啊，record 是一个动词，他们怎么会一样呢？不一样。Describe。Shemaiah，他指的是这个人，他是前面这个 scribe 是他的职位的抬头，他是文职，他是书记员。Describe Shemaiah，他比如说你在法庭里面都有这个书文员，都有书记官，对不对？法官现在宣布，OK，你在这档案上给我写下什么什么事情，这个书记官都是当着大家的面在那里做记录的，这么一个人叫 scribe。是他的职衔，那么他做什么事情呢？Recorded their names，他负责把他们的名字都写下来，记录下来，而且他记录的时候是当着谁的面？当着王的面，当着这些官员的面，大臣的面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所以，scribe 是他的 title，是他的职衔。就像我们讲王书记官、王大毛书记官，他们把书记官这个职衔放在他名字的前面。Shemaiah 他是一个人，他的职衔是 scribe，他是个书记官，而他是谁的儿子？交代一下，他是个立位人，他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在那里记录他们的名字。而且他记录的时候是当着王的面，in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，在王的面前，and of the officials，在所有的这些官员的面前，
大臣面前在那里做记录，就像我们在法庭开庭的时候一样，有一个书记官一样，那书记官所做的记录都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记录的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